所以现在我们去楼上，他在辅导室等我。要怎么样才能进到辅导室里面呢？对啊，又一个。这里是不是也有脚尾饭？先走这里好了。这个只有一张的课桌椅，没事走里面，里面比较不会有亡羊。一楼右边还没逛是不是？我们怎么好像在逛大街啊？一楼右边，好，我去，我去！你们说去我就去，一大片血迹。去到一楼，这里也有呵呵嘞，呵。哎呦，越来越接近了，在这里。等一下，脚尾饭，无限脚尾饭使用。哦，我还要用脚尾饭，生气个什么劲呢？大法师现身哦！没事，忽然大叫，吓吓你们呢。脚尾饭使用，摒弃。走过去，趁他吃脚尾饭。你慢慢吃啊，一碗好的脚尾饭就是这样。走，我走。这里不能进去啊，这里刚刚不是来过了吗？最右边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工友波波的房间怎么了？被油漆像是符咒化成符咒。奇怪，门把转得动，可是推不动，该不会是这个符咒吧？转得动，推不动，进不去，这还有我一年级时候的作品，这公告栏也太久没更新了吧？自己的作品还在上布告栏呢。这里有一个密码锁，密码锁跟那个桌子有关。哎，我根本就没有记啊！哦，又要上去了啦！哦，奇怪的密码锁，看不懂符号就没有办法上去哦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走到那个，又要走过脚尾饭了哦。他还在吃吧？欸，他没在吃了，那我们走不过去了。喂，屏住呼吸，走，趁现在走。他跟着我，我快不行了。你不要跟着我，他吃完脚尾饭了。走，太恐怖了。我们到三楼了。看一下那个，对啊，那是八卦的图案的，应该在这吧？看这个啊，只有这张桌椅。咦，桌上有奇怪的刻痕，文字又像图案。哎，我都特别来看了，这样不是吗？不是这个吗？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哎。用松香油吗？不是这样用的。我一直以为来这边看的时候，他会跟我讲说：“哎，那个密码大概是什么？”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这样了。可恶，不是这里。我们再去拿一碗脚尾饭呢、啊。
不然走过那里好痛苦。脚尾饭我来了，脚尾饭，脚尾饭，无限脚尾饭，无限脚尾饭，无限脚尾饭，好一碗脚尾饭。噔噔噔，为什么工友要用松香油、松香水？为什么？对啊，解释一下啊，为什么要用？你们不能因为看过别人的实况就说，哎、欸，秋风那边要用什么东西？没有逻辑的事情，秋风不想做哦。来，赶快跟我用。为什么要洗掉符咒？哎、欸，拜托，这里闹鬼，为什么要洗掉符咒？这让我不解啊！你们说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。给你吃脚尾饭。去污，为什么要洗掉啊？为什么要洗掉？这里闹鬼闹成这样，你叫我把符咒洗掉，为了什么？可以开门？为什么要开门？明知道这里闹鬼，你会开门？太好笑了！明知道这里闹鬼，你会开门？神经病嘛！打死我也不会去啊！明知道闹鬼还要用，这好好笑哦！这一点真的太不合逻辑了，我是这么觉得了。这样应该可以洗掉墙上的符咒。为什么要洗掉符咒啊？有符咒在这，表示有问题。这女孩子找死嘛！找死啊！有没有？这个是什么？桌上怎么会插着一把刀？刀尖还很利的样子。取得刀片。明明就知道写的符咒里面就会闹鬼。宫所发的日历，每个人都有拿到的样子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出来了。我就是为了拿小刀哦。这里，这个是什么？女明星的海报，还可以再进去哎、欸，更深一层、哦。这里有一桶哎、欸。扫地用的水桶，里面有个白色东西，又一颗谷子，三颗了，差一颗就可以玩西巴拉了。桶子里暗褐色的痕迹，哎，有股味道，还有小虫在盘旋，别看了，看了会想吐。这里密不透风，哎，身上有三颗谷子了，要扔到碗里吗？好。哎，怎么变成牙齿了？三。六二三，六二三，还变牙齿嘞！哇，这是什么牙齿？我丢下去的不是谷子吗？上面有点数哎，不可能吧？我们刚很确定，记起来，是骰子还是牙齿？六二三，好，离开，把它抓回来吗？这声音是松动了。碗松动了，还把碗拿走了，骰子变成碗了。喜巴拉三颗哦，等一下，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喜巴拉，喜巴拉真的要四颗才能玩，而且真正的喜巴拉是那个丢出666666336644之类的数字才叫那个喜巴拉。好像是这样。凳子上出现一张纸条，新增品进嘞，割喉哎！呜呼哀哉，男同事，以此良机，曾科仪，勿仅取血，碗波碗红，乾坤卦象藏其中。所以我就这样，哦，我要去割那个男主角的头。然后血就会流到碗里面，然后我要用这个撒在桌子上，是不是？然后就会乾坤卦象就会出来了。
这么麻烦哦。为了解这个锁，对啊，他不让我开，卦象还没有办法开，所以我要去找男孩了。男孩，我来了。我也不晓得割喉跟牙齿，割喉牙齿，我要去割他的喉了。魏同学好可怜哦。魏同学，我来看你哦。他还挂在这哎，好可怜哦。拿一个碗给你，不是这样用的，不然怎样用？这样子割下来。会咻！哇，好可怜哦！静静的流到了瓷碗里，取得成血的瓷碗。哎、欸，他睁开眼睛了，太恐怖了！赶快走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那个是制作群要我做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而且要走过这个无限脚尾饭了，走！哎咻哎咻，走过去了。哦，这次很顺利，不需要脚尾饭。我们先去存档好了啦，校长是可以存档。校长是可以存档，来来来，我来存档。这里有脚尾饭吗？没有，只有保健室才有脚尾饭。是存档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神明保佑，神明保佑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跟我没有关系，都是观众叫我做的，都是你们，要怪罪你们，都是你们，我们要撒在这啦，把血碗撒在这。血渗至桌子里面的磕痕，有什么可以把桌子里面的磕痕磕印下来吗？有什么可以把桌上的磕痕印下来的吗？我没有，没有把磕痕印下来的东西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少一个，我以为这样就有解了。磕痕印下来的东西，我少拿一个东西哎、欸！我应该先想办法把桌上印下来的讯息，直接用衣服行不行啊？用路易配，不是这样用的，用笔记本，使用周记本拓印，直接用周记本拓印啊！从落单的数字上看起来是易经的卦象。好了好了，印下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我们现在可以了。623，先拿脚尾饭了。噔噔噔噔。哦，来来来来来。每次都要穿过那一个脚尾饭。就可以去辅导室了。辅导室来了，也要放下脚尾饭，近一点，放下脚尾饭。他要来了吗？憋气，走过去，你吃吧，安心的吃吧，安心的吃吧。哦，
钱是上下两个，六二月，这是念吗？钱最上面那一个，中间这一个，好，大概知道了。上面两个，然后这个上，哎呦，找不到，找不到，这一个六二三中间的中间要断，其他是开的，这个好了，大门发出金属的摩擦声，打开了，我们打开了，我们可以上去了，辅导室我们来了，这里不行走吗？这里被南侧被堆起来了。 门被钉死了，进不去。这里，我们要进这一间吗？辅导室，我们到了。哇，这个神明摊怎么保护的这么好啊？墓堆中有一个神桌，要记录吗？记录啊，神明保佑。就这样而已，全部就是为了一个神明桌。 哦呦哦呦哦呦！要去辅导室啊！辅导室要 GG 了，要迎接最高潮了。这下面有什么东西？有什么？有什么？哦，还没到，还没到辅导室里。辅导室要进去了。辅导室我们来了，这里也上锁了，打不开。 哎，有烟来了，烟雾飘散，玻璃破了，哦 ，BOSS 来了，让我进去 ，BOSS， 哦，我被抓起来了，死了，哎，剧情需要吗？ 我们在哪里？剿匪犯？剧情需要吗？现在要走去哪里？我们怎么被捏一捏就捏到这里来了？这个墓碑也不能调查。 还要一路走回山上哎，什么五人七杀破军心？哎，我们又穿越时空了吗？青面獠牙杀气腾腾，这是人哎！什么看到紧走，千万别回头。 千万别回头！所以这是阴间吗？因为美好事物浪费青春，却在反动高墙前。什么东西？那个闪得好快哦！那个剑一，哎呀哦，那个真的是那个哎、欸，那个真的是阴间哎！我从阴间走回来哎、欸。 所以叫我不要回头，那我要怎么进去？门上锁了也打不开。来了来了，让我走。来了来了，所以这个要快跑，屏气呼吸有没有用？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呜呜呜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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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是哪里？我穿越好久哦！
快进去，快进去！不要回头啊！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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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损记录，破损记录，年龄17，母亲为管家，消极，旷课早退行为，个案尝试正当休闲，如阅读，负面情绪。这个上面有什么签章？辅导教官高延君。辅导老师啊，我殷翠涵，这个不是我们的导师吗？主任白国峰，沈静，我刚才不是穿越了吗？我回到家了，好累哦。人们都说青春正美好，结果为何这么累？离开学校以后又该去哪里哦？会和妈妈一样吗？何必想这么远呢？哭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。是啊，方内心，再也没有要难什么，再难过也要抱着希望，起码周末可以期待。我们回到家里了，回到家里了，可以睡觉吗？我的床铺，其实我还蛮认床的。那现在看一下垃圾桶，为什么我要看自己的垃圾桶啊？妈妈怎么随便丢我的东西？新增垃圾桶的旧照片，什么东西啊？丢在垃圾桶里就要写着一个，在生活中应当抱着莫大的希望，并以热情和毅力来开拓自己的希望。我们自己的笔记耶，实在过分！妈妈怎么会这样乱丢东西？厚重的衣柜，妈妈说这是她当时的嫁妆。桌子又被妈妈整理过了，是好意，我只觉得没什么隐私。要出去了，又在吵了，有点困了，还是回去躺吧。那就是她要我睡觉，我就睡觉啊。早上要休息的吗？要上床休息吗？好啊，休息。弄得一觉起来，发现身处异处。没有人认识的地方，重新做回自己，那该是多么美好！这里哪里美好啦？你不要再乱讲话了。少年不是愁滋味啊！所以一睡起来就在这里。我们又可以走了吗？还是试完版就到这边结束？结束了，试完版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我们玩完试完版了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好不好玩？正式版之后就会再过几个月吧，就会正式发布了。那现在这个试完版是，那个游戏公司有寄的一些就是实况组，让他们去，就是让他去先行游玩。好了，我就这样子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